主持人介绍真好，汤唯小姐，那我是梁朝伟吗？吓死了，开玩笑的。梁朝伟，这个歌曲唱的大声一点，让我们经过的好朋友都能进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盛会哦。外面听到音乐会的朋友都可以赶快聚集在这边，让这边热闹一点的。好，这边是一个举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2024的，对，非常对。对啊，然后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在这边呢，看着大家在这边共同一个齐聚一堂呢，喝着这个我们的擂茶，一边欣赏我们的音乐会。好了，我们的好朋友越来越多了，预祝我们的汤唯演唱会聚集到好了，我们继续唱歌好了。好，在我们今天是杨梅小聚餐。你们要听什么歌？跟姐姐讲，我今天这个小妹妹要叫阿姨，儿歌吗？对啊，小朋友现在都很早熟，他们听的歌好不好？越来越成熟了。哎，对对对。我知道他听蔡依林的，哎，不，现在不是蔡依林，现在比较有比较红的，没有，现在都听韩国的，韩国女团的歌了，对。你唱这些对妹妹来说都是老歌了哈，好，那就继续带首老歌吧，好不好？别恋送给大家。穿得很亮的那位，红色的那个漂亮的。
那么请你们稍作休息一下。下面呢，我们要介绍抹茶了。那么在介绍抹茶。